68。那我们今天有机会拿起来哦，我们拿起来不就可以九？哎，可以九颗了。左右手各拿一支吗？不是啊，潜能要拿一定是拿两根的嘛，哪有人潜能再拿一根的？买不到便宜的潜能了。哇，是我的错吗？也还是很便宜啊。不是、啊、一把毕业武器也还是便宜吧。你朋友已经收了40把了。啊，你朋友到时候赚的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啊？还是为了他朋友我们就不玩潜能了，这一支直接删掉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不是啊，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季有个天才，就是在那个救世主那把剑出的那一季，然后救世主一把不是那个时候很贵吗？然后那个人囤了十几把，那个时候一把十几亿，他囤了十几把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没有钱买救世主，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打到了一把救世主。然后我用之后，我就说干这武器真的是垃圾、欸，然后好像一把掉到341吧，那个人退坑，那个人就退坑了，干什么害人不浅啊？事实上那把武器是不是垃圾？我如果今天不说的话，一堆喜憨儿花十几亿去买一把垃圾，那我不是害更多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有更多的人更惨？这样怎么会是害人？可以说一下蜘蛛刀垃圾吗？这个很难，蜘蛛刀真的是蛮猛的。哎，出大事啦！有人选 build 啦！可以别毒蛇打击吗？毒蛇打击什么垃圾啊？干！笑容逐渐消失，干！真的。You have proved your might. 太可怕了。能量之刃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哦，这个还可以哦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哦，能量之刃，虽然说我没玩过，我没玩过，确实、啊，但这个也不会太烂，感觉要刺客或老头，选刺客的原因是因为选炸鸡啊。炸七的话，那个升华有 ES， 选老头的话也是有 ES。嗯，能量剑吗？不错不错，这个可以想一想，这个等我们有钱一点再用，可以玩个 bug 的，玩一个 good 的，再一只老头，不是啊，到时候肯定把这只杀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一只也算是我们这一期的大 carry， 杀了好像也不是很好。冰逼逼打王肯定没这个厉害，这个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只目前打出来的伤害嘛，很像是前几季，然后不知道什么一两百个一叉做出来的那种超 end game build 的伤害。你们没有这个感觉吗？我刚刚在挖鼻孔，不能安慰，就只能死了，没办法。不是、啊，我刚选择了不挖，跟死之间要做选择，就没办法了。你看，我们这次有安慰仪，是不是就活了？死了还有门不挖会一直痒，没错。死了再进来就好了，不挖就麻烦了。哦对，现在塞缪斯可以自己开嘞，哦，那这样太棒了。快去补一下吗？去厕所补一下是不是？塞缪斯的天赋，我有点吗？我好像有啦，我上面这边都有点啊。
destroying you is as easy as flicking. 哎，还是上面不是360。How boring and small. 有啦有啦，有点有点的有点的，这个点没鸟用啊，这个点没鸟用，这边比较有用啊。It's yours. 这个有点就有了。Orith, I will burn to the ground. That means I felt something. 他怎么会掉这一颗啊？这一颗不是世界的吗？他跑错棚了，这颗哪来的？干，这个好硬哦。好啦，这一次我自己的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我自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前面做这么多善事，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也应该要要求不多，来个毁灭之心的那个禁忌血肉就可以了。掉了！我操！我们再开盘刺激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一颗是不是女巫的？好不好？来，我开了，我上个厕所。是不是女巫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男的女的那50%50%不好玩，我们这个几率比较大，几率比较低比较好玩。我看看，有30%觉得是女巫，来啦！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当附近至少有一个友方。10%更多伤害，你和父亲的哦，靠背啊，这个是守护的吧？这一集我比你们勇敢多了，我他妈图腾第二只这个没有一个加入反抗军的，就你一票他妈的反抗军的在那边哭。我跟你说，玩过这种很硬的 build 吗？玩过一次之后啊，就很难回去了，而且你会一直不断的说服自己。哎呀，很乖也不会怎么样。哎呀，很乖也不会怎么样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，还好。你会一直不断的一直催眠自己。你第一只就 BB， 你是哪一种的 BB？ 哦，你也是秘术兵 BB。现在死亡1281次，干！啊，你要早点说啊，你不要我开始玩了才讲哎。你怎么不趁我还二三十等的时候跟我讲？不准笑！